你和天慧有事儿。在，在，这边，你这边，别乱，不能，跟我走。站前面排好，没看过香港电影啊？老大都在后边，知道吗？别乱，又乱，排好，排好，又乱。队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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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好。是来找小博的吧？那个，来喝咖啡的。拿铁，大杯38，中杯35，小杯32。焦糖，大杯38，中杯35，小杯32。卡布奇诺，大杯38，中杯35，小杯32。美式，大杯38，中杯35，小杯32。您偏爱喝哪种口味的呢？贵，主要是吧，我们一会儿还要运动，运动之前喝各种饮料对身体不太好。理解理解，这是小博的地址，你们俩之间的事儿，你们俩自己解决吧。要是他不在这儿怎么办？他要是不在的话，你尽管来找我。不管我在还是不在店里，你都可以把我的店给砸了。这，那个，你说话算话啊？当然。撤。二位请留步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们。这是我们当下店里所有物品的价目清单表，请供二位参考。咱拉他出去谈谈判得了，这个地方动手不合适。情报人员也没说他有这项技能吧？会不会是花拳绣腿啊？误会，这嘴硬硬搞的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小博。哎，老婆找你。啊。哎，对，我找你，有什么事吗？天慧买了个新手机，然后让我把电话号码给你。哦，他第一时间就把号码给我。你看这孩子，这不闹着我玩吗？
那天有没有得罪陈老师？他回去说我了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爸，你也知道，他疑神疑鬼的，没什么事儿还能想出些花来。别夸他，陈老师气场太强了，我看见他我就发毛。太谦虚了，现在哪有你强啊？你啪，你腿踢的。这位朋友，哎，我请你喝杯咖啡吧。啊，我不喝咖啡，我只喝酒。那我请你喝酒啊。你要不你先练，不打扰你。改天我请你喝行吗？你等着。别改天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我请你喝杯酒，哎，你别走啊，哎。帅哥，请你喝一杯啊。这件还不错，挺好看的。看一下多少钱？一千多！哎呀，你小点声。谁让你在这儿买了呀？过会儿你掩护我，我把这个拍下来，咱们在网上买仿品，能行吗？能行。这不太好吧？你去那边，我在这边拍下来。这多少钱？五千七，不打折。这么贵？哎哎，那你拿手机在拍什么呢？我就看看这有小号吗？小什么号呀？用手机拍仿品的吧？我们这里是正品专卖，网上买的能比吗？对不起对不起啊。干嘛呢呀？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就是啊，缺不缺德呀？太丢人了，怎么办？挺能喝呀，小屁孩。谈过恋爱没有啊？恋爱，反正我喝酒没出去。我就知道你没有谈过恋爱。趁我们俩还没有喝多的时候，我要向你声明，杜伯伦对你妹绝对是真心的。我看得出来，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，只要看到他，就会，心跳加快，喘不上气儿来，血呼呼往脸上涌，是理性控制不了的。你有这种感觉吗？哎。你爸为什么不同意小博和你妹谈恋爱？哎，我爸说小博脚踏两条船。谁？小博。杜伯伦。你们真是想象力太丰富了。我就没有见过一个比他还要纯情的小男生，你都不知道，他给你妹折东西，折那个小星星，一折，折那么一大堆。你爸就是个劳法西斯，
这点你说对了，这是我爸的一贯做法。那你还给他当走狗？哎呀，这不是担心我妹妹吗？我怕他遇人不淑啊。遇人不淑？我是怕你妹后悔莫及。我对着大海跟你们兄妹俩说，趁你们年轻赶紧谈恋爱。珍惜给你们这种感觉的人，因为等你们长大了之后，爱情其实就是幻觉，美梦也会变成肥皂泡，噗噗噗，通通通通破灭。不读了。你太重了。